两天天气上海都很好，所以今天正好有点时间呢，我们去一个黄浦江边上另外一个点，是在明浦大桥下面。那明浦大桥在浦东这一块呢，是属于闵行区陈行镇啊。其实那个地方是也应该是叫渡行。那么我在百度上做了一些功课，然后看今天因为阳光实在太充分，所以我在日落之前一个小时呢，看能不能到那边，主要是看那边有什么好拍的东西，因为跟上次在杨浦滨江拍的应该那个边的景致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今天开车去过去看一下。这里就是明浦大桥的那个下面啊。然后其实呢，我今天过来呢是想拍它对面的那个冷却塔。那个冷却塔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。然后它是一个热电厂的一个冷却塔，所以太阳还有一个小时下山，这是拍照的好时候。那我今天来看一下能不能拍出什么东西来。一个地方，然后是正对着这个冷却塔的。现在呢，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。然后我这边呢拍一张夕阳，我还是用长焦210来取景。我那个视频发出来了以后呢，最大的大家有讨论的两个问题呢，第一是我脚架的问题啊。上次呢，因为我扛两个脚架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扛太重的那个脚架，所以用了一个带中置升降的百诺的旅行天使。那个脚架呢，一般来说还是可以，但是在江边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呢，就容易晃。大家在镜头里面也看到了，它会晃。所以呢，其实我正式的这个拍摄呢，一般都是用我这只捷信三系列的脚架。这个脚架非常的稳，但是就它的这个高度和这个负重来说呢，又是还是比较轻的，碳纤维。但是
即便是比较轻啊，它也这个对你的负重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我只用一个小脚架来拍，所以我就可以带着这脚架了。所以大家，但这只脚架是没有中轴的，但它可以加一个中轴，但它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有中轴，有的不是很稳定哈。第二个呢是关于测光表。那上一期呢，我其实是用的这个视光308的这个测光表，很多朋友呢其实他可能没有用过308。这个系列这个测光表真的是非常好，它的这个功能也很多，也很小巧，它还可以测这个闪光灯的指数，它还有 EVE 曝光值的这个测光。那大家呢都看到了这个小白的这个小白灯泡啊，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入射式的这个测光表，然后我是这么去测的话呢，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测光不对。但实际上呢，视光的这308这个呢，它这边是有个门的，是有个窗，小窗户，你小窗户打开呢，它就是反射的这个测光，推过去呢就是入射的测光。所以呢，其实我在拍的时候呢是打开了这个窗户，是用反射去测光的，所以这不存在这个测光的这个问题。另外呢，很多朋友也说这个那个测光指数贴上去会欠曝，但实际上请大家看那个最后的那张照片，实际上是曝光很准确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测光表啊，这个不能凭自己的想象说 F32 是个很小的一个光圈啊，在大画幅上面5.6的光圈已经很大很大了，32其实光圈并不是很小。那么今天呢，因为这个光线的关系，我是逆光拍的，所以呢用反射测光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准确，所以我是用那个视光的 L858D 的这只测光表。那这只测光表呢，它是市面上少有的几只支持一度测光的这个测光表，所以呢我可以就是设定好了以后呢，我就看去做一个非常精确的点测啊。所以这两只测光表都是非常好，视光也是这个市面上顶尖的这个测光器厂商，所以当我需要用到逆光拍摄的时候呢，这个点测的这个工作就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就用这只啊，这只测光表非常的厉害，但是当然也是非常的贵哈。太阳也快落山了，我们就到这里了，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